很晚，后天就要饿。再来几点就好了，你觉得呢？早一点飞机吗？没有，他的航班就这么奇怪，没有早一点的。这是他准备，然后打包的吃的，现在说给别人带了，现在他自己吃的可开心了。今天最后一餐是吧？不是最后一餐，是就是怎么分？影响我玩剧本杀。那要是我影响他，来开始。你能不能就是让我自己来送这个？One eternity later， 现在机场没人了，你连不到凌晨送来给他。啊，你是？Sorry， 赶紧的，登机了。八月份还是九月份？你到了青岛直接去看日出吧。我觉得是，青岛在看日出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陪你看日出吗？我觉得真的可以，在青岛看日出是几点？嗯，哎，真的很认真在这里。日出时间5:30。哦，不错，差不多。我明天要绝食一天。为什么？太冷了，我明天在那屁股一天。那人家跟你说我们是全机场今天最后一个航班，对吧？是的呢。我们现在，你看是现在几点？你自己看现在几点？3:13，我们落地。地址是自己是有点自恋。我们现在落到青岛，然后我们取完行李回酒店看日出是吧？来到酒店，又送了那个甜点。嗯，来我们看我们小姐姐在干嘛？她怎么弄得开的？人家都是从上面敲的，不能敲的，我看文明。来，你文明一下。哦，这就是灌篮，所以要送个篮子。你反应这样，你反应那么久啊？敲开它吗？寓意。我现在声音好有磁性啊！我不知道词是什么，让你感受一下青岛的味道。这是八路水的，它带气儿吗？你喝过苏打吗？我喝过呀。人家味道又不一样，你感受一下，品一品。冒了烟儿，冒烟，有点像金菊花。这能喝得了，感觉像是金菊花巴黎水。这个第一次喝一般这个臭脚丫子味儿。啊，臭脚丫。说我闻起来是有一点。
玩什么？你想玩什么？厕所。那洗手间吗？我昨天呢。别着急，你再扭扭。你再扭扭，好，你再扭扭，再扭。你走路都试试。你扭到最后面。不怕。真的？等一下，他们拿钥匙。有钥匙。你再扭一扭。使点劲啊！好。刚刚的想法就是今天的会开不成。你就把我刚才我爸的脸给他在嘲笑人家录视频，我看你从什么时候录的。不给你，不给你，不给。